我要找爸爸，我要找爸爸。二楼，二楼，二楼，下车。不是小鬼吗？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警察叔叔，警察叔叔，我找不着我的爸爸了，可以帮我找找我的爸爸吗？当然可以啦，上车吧。滴滴滴，小鬼你快看，这位是你的爸爸吗？啊，警察叔叔，这位不是我的爸爸，他是佩奇乔治的爸爸。那好，我们再继续找。滴滴滴滴滴滴，那小鬼你快看，这位是不是你的爸爸呢？警察叔叔，他也不是我的爸爸，他是大头儿子的爸爸。那我们再继续找。滴滴滴，那小鬼你再看一下，这个是不是你的爸爸呢？警察叔叔，这个也不是我的爸爸，他是奥特曼的爸爸。那我们再继续找。滴滴滴，警察叔叔停下停下，我看到我的爸爸了。哦，你的爸爸在哪儿呢？这位就是我的爸爸。爸爸你上哪儿去了？我都找了你好大一圈了。哎呀，小鬼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呀？你快看，爸爸去给你买糖了。原来你是去给我买好吃的了，小鬼来，快到爸爸背上来。谢谢你警察叔叔带着我找爸爸。不客气，找到就好。